有人说现在讲讲军工怎么样啊？军工是这样啊，首先呢，其实做军工分析是挺困难的，毕竟而言，却全中国所有的啊，这个一级的这个这个行业中啊，军工行业呢，总体而言属于信息量最少，哎，它有一定的保密的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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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分嘛。但是总体而言，现在呢，信息和整个投资逻辑是比较清晰了，对吧？就是我们进了新的时代。 大规模要列装了，我举个例子吧，著名的歼二零、轰二零，什么什么直二零，对吧？还有运二零、N 多二零，这种东西都慢慢都要列装了。列装就是说明军方要买一大堆东西，要直接放到军队了。那这时候就会对军工企业产生巨大的拉动，飞机有拉动，发动机有拉动，哎，导弹有拉动，军工电子有拉动，材料有拉动，对吧？水下。 有拉动，地面有拉动，都有拉动。一季度、啊、整整体而言的话，军工的故事有点小压力，因为它成本上升了，钢啊，对吧？铁呀、啊，有色金属啊，这个成本都在往上走，所以让人感觉，因为军工它企业它的签的合同啊，它这个是比较刚性的，对吧？它没法说没事就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成本涨了，对不起，你也往上扶一扶吧。军工合同非常严谨。 啊，进行这个价格调节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大伙儿是不太喜欢这个军工行业最近的这个成本的上涨啊。